献给我一个很好的客家的大姐，我有一次去参加她的婚礼。你很喜欢参加婚礼哦，哇，每次有问到你都，所以把你养没一个婚礼。阿婆说一下，可以啊，阿公嘛，阿婆非常感谢，爱你哦，爱你哦，有吗？我爱你。闹热大擂台，闹热强下来。今礼拜六同七分水，提示礼拜，提示礼拜嘞。哎呦，慢慢的接近了，不得了哦。相信参赛朋友刚要紧张，那个应该还好啦哈。刚刚进场比赛了，比赛之前介绍评审席上来。来，齐嘉宾先生，齐司令先生，总司令先生，罗桂林先生。哎，好，先生介绍的哈，阿不他个唐调后唐的歌诶，啊，这个不得了，这位这个金曲歌啊歌手呢哈，拉丁的，远从巴西回来啊，巴拉圭啊，巴拉圭啊，路过巴西啊，反正同样有个巴，反正就是中南美洲嘛，有个巴就好了嘛，有个巴就好了，不要从巴黎来的就好了。啊，哎，亚米国树，哎，虽然。年纪有一点了，但是他整个歌路的感觉韵味，哎，好年轻哦，真的，很动感，我都吓一跳，好正经吗？真的真的真的，好来来来来，家各位啊，好，同意请带来家乡，哎呦，好谈啊，来谈个啦。Yeah, me.
地阿弥陀，甘有别。曼地阿弥陀，甘有别。曼地阿弥陀，甘有别。曼地阿弥陀，甘有别。Cantami gente al ritmo Hakka Hakka Yamito Kanyu bien Mandi Yamito Kanyu bien Mandi Yamito Kanyu bien 欢迎欢迎！哎呦，又见面了哈，还蛮憨厚啊。上次见面的时候，差不多是一年前哦，刚一年前，不止哦，感觉都含情动艳的。嗯，哎呀，双妹妹就是提拔的滚我转来，还没出一种当火的转型嘛。哎呀，双妹妹还没有嘞，一三年的事情。一三年，对呀，两个世界，给种转型啊。节目推荐不完的所有观众朋友他嘛。是。哎呀，哎呀，拜。介绍做一个他歌曲，啊，应该叫做全新的，咩是拉丁风格的，拉丁风格，也拜入相隔了大概七年的时间，哦，又上出一张专辑，这一张比上一张还更不一样，升级版，对，升级版完全升级到哦，这已经到云端了，嘿，哎呀，但是我刚刚呢，韩青的那些评审欣赏来助拳呢，哎呀，哎呀，哦，这个是集结所有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一些很大很棒。因为这张专辑呢，因为它结合了很多的拉丁的这个节奏跟风格，对。然后这次我很荣幸的跟古巴的钢琴老师一起合作，哇，国际性。怎么合作呢？他编曲跟负责这个弹钢琴的部分。那因为他是古巴人，但他弹了我们两首这个客家的民谣歌曲，一个就是《天空落水》，过海有给脱发葵，脱发葵，有啲又都好嘛？哎，有，哦 ，OK， 完全系拉丁风格的方式嚟嘅，比如说青岛嘅结合啦，对，结合，因为一个转世呢，也是爱听印度许多中南民族的时候，移民的时候，听印度移民哈，听印度，就是爱出去的时候，爱出去东部国家，然后又唐多加多的音乐，有一些感想哈，所以就蛮果不其然啊，就。做那几个歌曲出来，所以不做那种音乐，去音乐唔重演，带到几片，吼啊接触到几片的叫做环境的音乐，哦，佮文化的音影响，哦。是，因为我提中南民族，我还有一只妈妈提个到，哦，我还有生理个到做的。哦，哎，大老板呢？开玩笑，真的嘞，真的。不来。嗯，他唱歌只是兴趣而已。对，我们唱歌是职业，他是唱歌是兴趣。我看你直播间跟我说就低嘞，国际级的制作。对，非常不好意思。是。可是呢，来中国的很爱兴趣哈，因为来一生的最爱。对，唱出的唱的这么好，开玩笑，而且你这音乐风格，老师的表演很有现场魅力。我的年龄已经有一点了。哎，不过我这一次听到你的整个的这个唱法哈，这完全改变。我刚刚爱加这个化妆师，都我爱老多在后场演的唱，哎，爱做出一个，哎呦，演了。哎，欣赏清后场，你懂吧？真的，你会红？没，不是啊，你已经很红了。对对对，会更红啦。啊，不要，暗火转世哈，接受文他感恩是啦的哈。啊，金玉堂堂我讲的，哎呀，哦，啊，金玉可能咱麻烦咯。哦，做一下那个客座教授，客座评审，好不好 ？OK， 好，谢谢啊，安子生，谢谢，学员一些指教，好，安子生，安子生。七分水，八水规则，大礼拜有莫强勇的主题，参赛者是甲选过的，经过六礼拜的比赛，累计分数最高的前三名，就做得进一步年冠军的比赛。好啦，来刚刚这样给你比赛哈，比赛之前讲一下评分的规则了哈。像欣赏来讲一下哈，赵明欣赏。哎呀，哎呦，什么歌？老师，对呀，刚刚跟那个歌让我们整个气氛都变得那种轻松哈，这就是音乐奇妙的地方。对，那刚刚顺一下时间。
天公爷出现母亲节呢。哎呦，哦，对了，母亲节，嘿，要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真的真的，嗯，必须很要必哦，好像今必出来出点主题，人家主题很多，老你嘅幸福时光，老你嘅幸福时光，而像所有的长衰仔咧，对你生命底部度的。五星的角色的感谢还有思念冲出来，当然因为来到基本上 TC 礼拜 TC 礼拜，古所讲基本呢，重点梦都重点梦词啊，哈，音准给的基本呢一听完，那必须最重要嘛，个你感情冲出来之外呢，用板龙牙的感情能够稳住你唱歌的技巧，那种重要。对对对，古所讲，哎，古到感情，越古到唱歌哎，爱知道当然，好，加油。好，出完简单。好，谢谢，谢谢。好，马该做过后了就好。马该做过后就好了，出完简单。好了，马上进行几位比赛。TV 来精粹，俺唔认输。好，来谈过来哈。树，你总像乌一般迷蒙，飘渺星空云雾漫步，爱到心内无退路，偏偏沉默你的脚步。熟嘅泰國，係咪？用乜因素？係，誒，身體開眼都多嘅，係啊，兩倍你話係嘛？係啊，看嘛，他講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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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全部會健身，開始加油，唔是我，係嘛？係啊係啊，一條歌係羨慕乜嘢啊？羨慕愛只有一路啵。哦，日本人。係。哦。有乜嘅故事本感動到羨慕嗰邊？有。嗯。因為我記得最記得嘅事情就係爱做舞快多的时间，哈，噶哈，我那算是胎叔孙没哈，从进去，从进去哈到结束，从早上六点多进手术房，然后到出来已经是晚上快八点了，哇，很久了，超久，是
十几个小时啊，你叫哦，啊，伢本用就皮的，哪用？十个点钟叫。其他手术房外面，他足足在那边等了十几个钟头，然后让我吃饭，就带罐水的和饮品，你们都刚挨出来时间，挨虽然当初俺问你讲你吃饭嘛，用忙的，但是梦是不是跌下来的？哦，你笑挨。有一种词，按你讲吼，匠气，那个匠嘛该将军的将，还有嘛该工匠的匠，两个是不一样哦。唱匠是浑然天成，你如果变成唱匠、工匠的匠，出边你这些做工科，一颗一颗这样做出来就没有感情。不过李亚叔哥，我们前半段的时间来吃到你进步真运动都，我觉得你已经从一开始呢，哎，你因为也匠工变成了唱将，我觉得是很好。不过可能 Hellboy 可能太投入了，你又转移你以前创过的方式，你喺他打上的地方，还有挨他们创案都办，挨发现一件事情吼，所以讲你大概读到歌曲吼，喺词下度嘅唱家样板唔对我讲清楚，开我受你歌心头，你听佢喺词下度嘅念腔下，你很容易犯一个抢拍唱破嘅错那个错，你回去看，你常常我之后大概唱歌你就读到安尼，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抢拍了。你专一看他播出之外，我建议你唱歌出，你要记得歌词下度是。一听到一句一句一张是一张是唱比说，就像人感情，而不你全部为 I S 界，不能只给50%或60%，要给他100%的爱。按你数目强迫，啊记得两件事情。不过无大白都因为按你 K V D 的粉丝来之后，来之后懂很可惜啦，哈。不过你唱歌来之后很懂大爽，来之后你唱歌的部分做一做唱歌的教材。六起来问他看，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唱歌教材，就是全方面的哈。Give me a bit more， 不错啦，就是我刚刚的小缺点改一下就好，还有两谢谢点，改谢谢老师，谢谢什么先生？好，来看一下第二个粉丝，好，看一下赖金锤的粉丝。谢谢，九十一，好。有声音吧，还有两礼拜，还有两礼拜，加油，好，加油，安子生，回头谢谢，谢谢，来，沙下来，沙轮，王天意，大轮，广言，好嘞，行过来。很好笑，我下班11点准备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啊，怎么30几通未接来电？哇，然后我就赶快打回家，我就听到我妈，她就这样子。你在哪里？然后说怎么了怎么了，他就说玉轩，说实在哈，根本你要说歌曲，我觉得是你在这几次两三次比赛里面你唱的最好的一首。这是谁来回想你？
光源是要献给谁的？我妈妈。妈妈，妈妈，我妈妈就是你的生命的光芒。对，因为我每一次，因为我下班很晚，所以呢，不管我几点回家，就她永远就会等我回家，留一盏灯给我这样。然后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她。对，曾经有一次呢，就是很好笑，我下班十一点。11点下班，你是10点到11点的？没有，9点到11点，9点到11点。然后十一点下班，然后我就跟同事聊得太开心，然后手机就 on 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关静音，然后我就忘了，然后我就没有开回来。然后呢，等到我跟他聊了，就跟同事聊到一段，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啊，怎么30几通未接来电？哇！然后我就死定了，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就赶快打回家，然后呢，然后我接电话接通之后呢。我就听到我妈，她就这样子，你在哪里？然后我说死定，我那个当下我真的心跳落一旁，我说死定，我家一定发生什么事了。对，哇塞，真的会吓死。她说怎么了？怎么了？她就说在哪里？怎么都找不到你，我真的很担心，你知道吗？她大哭哎，她从来没有这样过，然后我就吓死了，我就觉得啊。我好对不起他，因为你妈打了30几通电话都没有接，平常只会叫天发引用，会等他母家。你妈是不是有点歇斯底里那种？第一次，所以我吓到太一次啊。对，跟没有用功啊。有时候你就是那种突然一个电话，平常他一定会接，但他突然就不接。对，然后又30几通打，真的会。做家长的会真的，你妈真爱你。他就这样子，我就让我知道说，哦，原来我妈这么爱我，真的会很担心。对，那你这样。那你这样不是就没什么空间了？妈妈是管你管得那么严，就会管得很严格。对啊，也不是严格，就是常常会很保护你，就是要知道我的行踪这样。啊，我要当你男朋友多辛苦啊！跟你在约会，看个电影，妈妈打电话，就带回家介绍给妈妈就好啦。对，只要他。知道我在哪就可以，对啊，给定，对，弟弟两个周嘛，给定那边养就好了呀，给家长放心了。好 ，OK， 那这首歌唱完了，唱完了，听一下老师，妈妈，妈，其实罗哥的感觉啊，其实我可以理解，罗哥你如果有女儿你就知道，真的，很有摸眼就摸胸，真的好，因为我都是生男儿子，我很用力，连狗都是公的，才不是这样，摸眼之敌啊。这个狗都是狗，这个真的好。在爸爸的心情，儿子跟女儿是完全不一样。儿子三四，女儿是公主啊。因为这样子，别人的妈妈就担心。好，我都好怕别人妈妈，很不好意思。别人妈妈打电话给你，好怕。OK， 回归正传哈，其实心语就今天来讲，讲演艺术狗位啊，其实。
给他表现上面，给他表现当中呢，其实是很不简单的。你今天可以发挥的这个模式，其实我已经非常替你开心，好，替你开心。当然，基本上当然有好，当然就是有缺点嘛。所以我也就是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感情的投入，我觉得这，对不起哈，我要讲，你这六位里头，我觉得你是第一名。嗯，我的内心里面，我觉得你是绝对是第一名的。可是就是说，Conan， 亚速国外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节奏，这个节奏的轻重点，Conan 还是要想办法去感受一下，因为这种三连音的拍子，它很重要的第一拍的噔哧哧。你一定要唱出来，你要如何把它明显出来，你一定要对节奏的感觉的轻重一定要拿捏的好，你在带前面，尤其是前面这么低，照理来讲应该上按带， 你的中低频其实很好，照理来讲应该是很好发挥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这是比较可惜的，因为它可以在这上头你可以游刃有余，可是因为律动不够清楚，所以你们唐希磊这么按明显的一种走动法，所以会比较吃力。过了，再加上你的假音高音的假音的时候，我又觉得你太小心了，你应该再把它发挥得更好一点。OK， 好，谢谢老师。我们先生，我请希磊先生来补充。好。OK， 我觉得星宇，跟你星是你，星宇长得非常的清秀啊，我觉得长得非常清秀，而且唱歌的那种姿态非常的优雅。嗯，可是我刚才听你讲话的时候，跟你唱歌的两个比较之下哈，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你讲话的时候，你讲话的时候啊，较喜欢，因为讲呢不用考虑。嗯，好，你在唱歌的时候数量。好，有熟悉了，我来，有的会地方冇标出来，哈，刚几多是讲，假如你看台风对位，哈，唱歌的时候呢，摇摆一下哈，放轻松，基本上刚几多，我不晓得过去是怎么唱的，但是我是觉得说今天听起来你还可以更出来一点，哈，所以希望讲，给较稳对位哈，个较标出来对位哈，个轻松啊就讲。在这个 chest voice 两个嗓音哈出来对不对？好，因为很在里面，所以要唱出来一点 chest 的用胸腔这个胸腔把它唱出来，就是大声出来的，而且唱稳一点啊，你做的，因为你实在是这首歌很适合你。其实就享受你在舞台当后的感觉，对对 对， 對，要享受，要紧张，有自信。对对对，好，没问题，好，就像他一样。我每次都以为我自己张惠妹，其他人都散开。好了，来来来来，好了，看一下你的粉丝哈，广行一个粉丝。对对对，修身衣服，对啊，你上礼拜的99啊98，98，哦，对呀，一下拉那么高，哎，你真的。那个冷暖的韧性真的好好大，从六那礼拜好好没什么力，然后去看医生快点。没事，他真的会紧张啊。好，加油加油。好，谢谢。加油加油，拿出你的痴心。好，沙来。沙来，陈玉贤带来麦克法。来，等我啦。空天荡，雪啪啪。一奈就黑将将给发，体内寒如同发，一匹一匹黑马该发，马该发跌到体内寒，发到村内跟不发，马该发味道谁你拿，甘愿就安内守候他。
天堂，谢啪啪，一奶就嘿闹闹给发，一奶哈如同发，一批一批嘿马该发，马该发。等一下了哈，哎，等一下的歌哎，一条歌哎，很不满意啦，很不满妈妈，娘妈妈，唱戏，唱戏面，哦，哎，原来比赛歌呀，有，哦，你系腔下超正来比呀，嘿，其他也没国体嘞，哈哈哈哈哈，你系例如姐姐，啊，例如姐姐你国体嘞啦，啊，多多几两个 PK， 哎呀，哦，啊，哎呀，你会想要羡慕娘妈妈。因为我觉得啊，我知道我妈妈是董丽台，嗯，很伟大的女性，每一个女性都每一个妈妈都很伟大，就给伊都会爱照顾我啊，给伊爱好搞做个厨师，做厨师很煮饭本身，哦，中央对，好搞个厨房，营养午餐的，就是为了要保护你，也没有保，能够就近跟新宇的不一样，看管你啊，看管你，怕你乱交男女，新宇这个是有点歇斯底。这个已经没没没没用讲，不会啦，这阿妹阿妹下担心啊，对啊，天性啦，对啊，对。其实从爱国小国小一年生，住到国中三年生，哦，哦，爱毕业，很甜，系啊，毕业，其实。退休，因为职业病，哦，佮就退休去困嘞。哇，真的。你讲阿妹毕业嘞，哎，阿妹做得嘞，阿妹毕业嘞，哈哈，叫我毕业嘞，太甜嘞。佮准备青岛人的午餐嘞。嗯嗯。哎呀，条歌也意思，他给创个当地印象，哦，真的，好棒。来来，哎，唐一下，唐一先生，哎，总飞飞先生在吵架。点解哈？玉轩在讨论什么？讨论什么？花语，是花语。玉轩，说实在哈，根本你俩说 OK， 我觉得是你在这几次两三次比赛里面，你唱的最好的一首。嗯，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值得鼓励。那好，我现在要告诉你，我觉得我很开心，今天可以对你这首歌来给你讲评，因为我一直想要给你个建议哦。你看你记得第一个下歌绝对不能很粗糙。康天大，我们直接被你吓到。但是，必须引用用。对啊，这就是你长久以来唱歌的问题。嗯，其实不管你在唱气声，或者你在唱整个要放出来的时候，你所有的声音都是往前跑。即便你在唱气声，你也是。如果这首你是用气声，你不是康天大，你是用气声。康天大，你也是康天大，你是这样。看天堂，谁怕怕？其实你每一次唱歌，你回去听，你就算是气声，你也拼命的往前冲。我希望你回去学一个，一定对你有帮助。以后你唱歌不要全部都往前冲，一定看就到这里就好了，不要看天堂，停在这边。气声也是，你要回去练哈的时候不要练，你要练习哈就好，不要这哈。你每一次唱歌全部都是一直往前，这个的话就是你控制不好，就是整首歌就长得一模一样。再来一个，马该发，你不要马该发，马该发，每一个发都往前，马该发，到这就拖着它，不要一直往前跑。如果你全部去调整过，我相信下一次你就莫穷用了。嗯，行，好 ，OK， 好，来看一下，改个本书，来，陈友贤的本书。
献给我一个很好的客家的大姐。我有一次去参加她的婚礼，她的儿子结婚，她的儿子。那当她在这个，你很喜欢参加婚礼哦，我每次有梦中的婚礼都，所以把娘摸一个婚礼。刚刚听心宇讲说，她妈妈找她很糟心，狂抠她的事情。我也就想到，我有一次玩到太晚，我就想说，我妈妈应该会很担心我。手机拿出来，一通未接都没。真的。对，然后我就打给我妈妈，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找我？我昨天没有回家，你没有发现吗？结果你妈妈早就睡。对，她早就睡。好，那陈友贤这本书。好，就是新衣服。还好，还好，真的还好。没关系，我今天唱给妈妈听的，我很开心。送给妈妈，对对对，这样就很开心了。还两个礼拜，好，加油，好，继续加油。好，安子姐，来回到教室。好，来，三下来。少年奉陛下带来《鸡中花》。何尝一个来唱啊？彩家乡开得一蕊拍拍锵锵鸡花，一蕊花。可以来悄悄面徛的一记扎打走菜田染山家暗部头又转到来给我啊该泪发黑阿婆跳那当给几种发几种发不敢一跳拉拉天公转风车哈哈心肝青菜心跳暖意的家地中花你看该明年花香美茶该瑞花还是用空的亲亲不马杀地中花黑暗用落落路路就身走枪丝变盘花为了家夜泪花黑暗用家云云染染年年年年快变妈妈地中花你看该明年的花香未茶带泪花还是用空的亲亲謝謝主持人您好，哎呀，不吵，哎，很有他的诠释的味道。对啊，哦，你今天这样表现不错，谢谢。是献给谁呢？我要献给我一个很好的客家的大姐黄彩元小姐。黄彩元小姐，对，她非常的照顾我，你又怎么照顾呢？她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姐姐，又像我的妈妈。哦，所以她比你大，比你年长一些，比我大20岁。哦，对，哦。忘年之交，黑啊黑啊。那因为他，我觉得他很伟大，他是一个
单亲妈妈，她的先生很早就过世。那我有一次去参加她的婚礼，就是小孩子的婚，她小孩朋友她的儿子结婚，她的儿子。那当她在这个，你很喜欢参加婚礼哦，我每次都真的婚礼，所以把杨某也婚礼，妹妹的婚礼。那当主持人她的儿子在介绍妈妈，说她的妈妈很伟大的时候，就把他们就是整个过程这样子。重点式的带过来带出来，还有影片做一个成长影片，我在台下感动的都哭了。对，然后彩媛姐她对我非常好，像我生病的时候她都会照顾我。有一次我在公司就腰闪到了不方便，那拦不到车，而我不想说麻烦别人，就一路走了十分钟的路，我走了两个小时去看医生，就看好医生才发现说我的锁匙放在公司的抽屉里面没有带出来。对，阿美，哎呦，那不晓得怎么办。阿美，那我就鼓起勇气打电话，因为想说他在睡午觉，弄你打了。那彩媛姐就说：“啊，你不要动，那腰很痛，我去接你。”然后把我接回家，就安排我在他房间睡觉，给我穿护腰，然后煮晚餐给我吃。他常常煮晚餐给我吃。怎么那么好？对对，所以我要把这首歌献给一个最伟大的妈妈，她也是我的妈妈，黄彩媛。彩媛姐，对，我的彩媛姐，对啊，这表示有缘呐。对，我觉得你也有她的缘。哦，对对，就她知道你，然后你之间是互相的，一定也对她好。杨某也很爱碧霞记，我爱很。喊彩媛姐就彩媛姐，我不晓得这关系是怎么区分。给你们怕，那是个尊称而已。对对对对，是的。哦，好，这首歌希望彩媛姐应该都看《宽姐梦》嘛，有，她是忠实的观众。彩媛姐好，两条狗会送本哦。对呀对呀，好糖啊。哎，几种吧。来来来，糖鸭先生来讲。对，唱歌李先生。我记得上礼拜你们唱一首较轻快的歌曲哈，因为轻快，然后自己之间速度。距离比较短，速度较强，对两个嗓音来讲比较不会暴露一些不好的声音出来。两个嗓音你的低音比较不稳，你在唱低音抒情歌曲低音的时候，往往就是压着嗓子在唱，就是不是说音准不够，音准有哦，可是你就是很紧，唱低音要松啊。那个，虽然你的声音是有暖度，但是因为你声音压下去压低太了。嗓先各种那种自然那种流露的感情就没有了，相对之下你的高音还比较稳定一点，但是你们现在说国曲呢哈，不管在踢打有没有部分也好，在狗有没有部分也好，你的每一个的尾音都会抖，啊，你那个抖音又不是我们讲的传统老派那种很圆润的很滑顺的抖音，你抖有一点像是紧张被压出来那种抖音，很明显。我给你建议就是选歌，你不是实力不好，你是常常选错歌，好不好？我的衷心建议，加油哈！什么欣赏？阿强 ，Tito 欣赏的补充。其实我刚才听到他唱的歌，我觉得麦康哥都感动了我，因为他有感情，很有感情，那个感情真的有把它唱出来，而且让我很讶异啊，都麦康哥都不简单的地方，说假如节奏感浓厚。哎呦，好，嗯，接着讲，没啥感言呢，没啥感言，没啥感言，对呀 ，OK， 你咬字又非常的标准，我还被拉丁天王说节奏感，对呀，节奏感也非常好，可能在 pitch 方面，可能就像我们刚才罗莉老师在讲的这种两个打音的地方哈，都要看啊，冲看问的哎，啊，但是一切都我觉得还不错，可圈可点，好，好，谢谢，安子姐，好，哎。那就看分数了，哦，好吧，来，黄碧霞给分数。95分，哎，这个分数内容很好哦，好吧，加油，还有两个礼拜，加油，哎，来，回到休息。好的，撒好了，撒了，恰恰可以带来自由，来，躺下来。不生意谈爱国家，温柔父子，把地天降的神，爱很舒服给自由。
我进入你哥的世界，哎，越唱越有自信。对呀，对呀，因为这首歌有故事，有故事啊，每一个人的歌都蛮有故事。对呀，对呀，就想到我妈妈。哦，妈妈怎么了？有一次我生病，然后很痛苦，对，破病，冒冷汗，然后发抖，然后就很不舒服，躺在床上，然后我想说这样子不行，我一定要转移注意力，所以我就开始。唱快歌，然后因为已经没有力气了，就唱不出声音，所以就是在嘴巴里面念念有词，对，就念，他啪，一巴掌就打过来。你妈打你啊？对，我就很惊恐的看着我妈妈的脸，我妈妈也很惊恐的看着我。我说你干嘛？她说我以为你中邪。这怎么像是一个笑话？对，你因为这件事情要先给妈妈这首歌，我还以为很感动哎，这样子耶，我然后让天天准备听什么感动的故事。对，我们感情很好，所以就生活中发生很多乐趣。像刚刚听馨宇讲说，他妈妈找他很糟心，他的事情，我也就想到我有一次玩到太晚，然后忘记回家，忘记回家，对不对？对，就到早上，哇，你也忘太久了吧？我就惊醒，我晚上你是醉倒在路边是不是？是啊，有没有被捡尸啊？没有，我想说完蛋了，我想说我妈妈应该会很担心我，手机拿出来一通未接都没，真的，对，然后我就打给我妈妈，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找我？我昨天没有回家，你没有发现吗？结果你妈妈早就睡了，对，她早就睡了，睡蛮好的，感觉妈妈神经蛮大，有差啦，就是长相烦恼比较少，对，有差。哎，莫永公，你们亲自影像好不好？对呀，她长得那么可爱，好啦，你妈妈小时候很可爱的故事，对啊，好，你妈妈放心你了，放心你，放心你。对，那我有这种女儿，我才不会放心呢。真的，对啊，是不是？好了，我们听听看评审有没有放心好，那位，请赵维新上。这位老师，我一直希望你爹从职业时间有做的本来，有我隐藏不一样的东西，没啥无穷的东西。不过当大宋的迄讲，你有只观念啊，要弄交流一下，强强的冲，唔免磨力。你有上次唱歌，就是你知道，很像无病呻吟的时候，我真的有上次唱歌，他因为他尾音收的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譬如讲，你讲怕，你讲怕，就做一点点小变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你还活着。那整首歌，其实第二首歌曲最难的地方在哪里？你讲话要像唱歌诶，你看 Misa 唱歌，其实唱歌有力哦。不过唐希尔在动腔的时候，你就像个职业的空中毕业时间，他往这边飞，他是要有力气的。可是矮大唐冲哥是磨麻力，好，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怎么样。那只是说我希望后面两集我可以看到哈拉摩琼的加气，好吧？加油！怎么了？可能就是唐其他爱情上共困那种，像飞机怎么了？像飞机，加气，好，给你一个建议哈。亚苏国 Q， 我觉得你保有了之前的那样的风格，但是有一个地方要给你个建议，不要每个尾音都拉得很满，因为这个歌有一个特色，它两句会在一起，所以你第一句长，第二句就不要太长，给你个建议。然后再告诉你，这首歌其实需要一些些的画面跟意境，所以这个画面跟意境需要你把那个感受拿起来放在你自己的里面。比如刚才哲伟老师的意见也是我心里想，那我直接告诉你，假如你不知道怎么去改变那个唱法，那你第一个是爱公怕，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怕不是比较高，那你就不能爱过怕不行啊，爱过怕出去啊，怕怕怕，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哦，你这两个层次就出来了，你看就不一样。所以你可能要去做一些调整，就是你在所有的气声的运用里面，有些气声到这里，有些气声把它拉出来。把那个声音拉出来，记得要抛物线的拉，不能啪，这样就很直哦。啪，从上面出去，那个整个会很宽广，即便你是气声，都是宽广的。好，那整个画面就会出来。回去试试看。加油！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欢迎下几个同事。好，请大家几个同事。哎呀。救生衣，救生衣服呢？系啊，系啊，很奇怪，系啊，嗯，上礼拜一度放，上礼拜当过嘛哈，九十六吗？嗯，哇，对啊，对啊，对啊，哎，这礼拜老，这星期老师的这个评分都很那个，比较严格一点哈，好。加油，还有两个礼拜，好吗？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好，还是休息哈。沙下来，沙来，用力带来买菜果。哦，那看见有买菜哈。买菜啊，来买菜啊！来呀，来呀，来呀，来，行夹来买菜，苦瓜拍菜，高丽菜。路劈嚟一太袋，来呀来呀来呀来，公家无处晒，七家中鸡番薯叶，便宜过火饭，姜丝炒猪肠，五花煮咸菜，麻的汤多半飘摇，色体很相爱，来呀来呀来呀来，都买几把菜。咸得胃口渴，爱买菜吗？你要买麦盖？阿姨嘞？哦，一夹哦，无得咱阿买切，唔知无了哦。啊哦，还有还有，还哪了？来呀来呀来呀来，看见来买菜。家中鸡蒜叶便宜过火饭，来呀来呀来呀来，公家无处晒，吃家中鸡蒜叶便宜过火饭，姜丝炒猪肠，五花煮咸菜，麦的汤锅碗汤圆，食客很相爱，来呀。就会口渴，啊哦，那个菜买青青的啦，你还能买哦？听讲的，养老人亲爱买啦。什么？哎呦，你还没买菜，你就冇喊我来来聊天。这边贵边乖，真的，哎呀，排斥。按高工啊你啊，对啊，系咪？哎，真的，你这很重，然后又拿的。哎，动感电脑，然后拿出来，我们倒空调。哎呀，太厉害了啦！你讲的爱卡强。嘿啊，你很重，拿的又冲过又拿。哎，你戴下可能爱硬吞笑你嘛，爱硬吞笑了。啊，哎呀，冲过都冲过诶，又冲到麦街，又拿麦街。嘿啊，对他用几个歌词一样。哦，冲到苦瓜拿苦瓜，冲到安尼。番薯鸭拿番薯鸭。讲的唔记得歌词啊？这首歌还真的蛮适合他。我刚才担心你啊，真的。佮这年轻人是从麦吹的年。真的，懂事哈呗。对啊。你讲我有冇想要跳唱一条歌？先不买，先不买。我先不买。先不鸭婆。鸭婆。因为爱。当吹牛烟啊。
买洗洗时间每再存一天买，哦，一天数，他该存啊出来时间吼都买唔脱啦，所以又一再认赚。对对对对，门主吼就将迄好个槟榔西施啊，抓卡少的喂，买起来买，哦，生意一天当火还冇骗。先不买，先不买。我先不买，先不阿婆。阿婆，阿婆，因为爱冲水，爹不疼，娘不爱。就是隔代教养。阿公、阿婆、土台，阿爸爸、阿妈妈是孔公。矿工，我讲矿工，哎呦，哎，去我背大工了，可能咩，卡无限啊。我大伯老去投钱去就讲，哎，你阿婆强哎，冇钱哎。哦，你还破穷啊！你人家从省啊，咪天天爱破去种菜呀。你个假日个行啊是款单沿街去卖，去卖菜哦。啊，你有想讲诶，在乡下哈，大家都有种菜。哦，对。他有的，我们也有啊，不然就拿去弯呐。他没有的，我们的换给他，他的换给我，交换就对。然后我很爱吃玉米，每次换了玉米，我就吃回来。所以你非常感谢阿公阿婆。很感谢阿婆，我当上你虽然你过生20-30年嘞，不过曾经我能当做我个阿妹人看待，希望你当这个位做善做到，欢欢喜喜，欢欢喜喜，什么呢？20-30年可能已经转世了，还要转世，对嘛？我希望他不要转世当人，他当神仙就好，当神仙，对，是的，是的。好啦，那你充沛了哈。哎呀，来唐先生贡品啊，来李先生，西李先生。好，丽如姐，你今天真的让我很惊艳哦，真劲！你隔壁看起来黑，哎呀，六杀参衰炸，都先清货而已。其实隔壁的冲国来讲啊，我觉得你今天是在我心目中已经完全满分，根本不用讨论。哎呦，根本不是讲哎呀 market 点嘛个东西。不过有一件事情啊，吃到你吃可能我参考意见啊哈。隐蔽的比较需要去修正的地方是你剧情的设计，隐蔽它影响了你唱歌，好影响了你唱歌。你刚刚很慌张的在找菜啊，糟糕，英国会拿拍菜给我拿到腹瓜，那我拿到那个地瓜叶，哎，唔错啊，拿到某个东西，所以你一直在找菜，这个动作会变得让你慌乱，你没有办法专心唱歌，这个是比较可惜。某位方案真的会。绑架所有的参评审老师，通通给25分。哦，厉害的，他歌词还没忘记，算不错。对，还能拿两分吹啊，冲不冲歌词？好，加油啦哈，加油！好，李先生，谢谢，董事长，谢谢。哎，阿强，各位先生。好，补充。哎，杨丽茹，你今天表现真的是很棒。好，所有的优点，那四位老师讲的，我就不重复了。我还要讲那位在访谈董大中之会讲，其实我知道你今天根本不需要设计这么多的道具啊，你的他让你分心了，然后有一天说事情就讲，你不用再吹转了，以后你单条标好了要抽下来噶，你小差了一口气，你自己也知道哈，那是因为什么？在你在运动之后，你的气换不过来，对不对？那口气差掉了。基演这个道具让你变成你的负荷的话，那又要担心你歌词还要记得就记不住。像刚刚四位老师讲的，你在挑菜的时候，那些动作都在都暴露了你可能发生的危机跟缺点了。但是讲爱吃到了，但是讲给明天某一下打不出来哈，你的表现会更棒。这些道具我觉得是多余的啦，不能再建议，好吗？好好，加油，谢谢。很难讲，搞不好就是因为有这些道具，然后他忘了忽略，很专注在唱歌。有时候太专注，他可能会歪掉。歪掉，太专心的时候反而紧张，很轻松，很自然的。别哭，别吹啊！我时间好紧张。来，看一下分数。看一下用力的分数。哇！哇！哦！什么先生？谢谢，谢谢。有史以来，有生以来这么高分，好，第一次，啊，天王，替班哈，替班哈，怎么就讲？嘿，正经，继续加油，还有两礼拜了，好嘛，拜托，啊，拜托，拜托，加油哈，维持住，维持住，莫来比人多拜，难得又比到六强，对嘛，莫好好的，哪有好好的神经让我走得了，对吧？对，拼一下嘞，嘿，莫紧张，好嘞，来看传统组的比赛。
快啊！传统是 TC 下礼拜嘞，哇哦！基本上哈，哎呀呀，哎呀，不然呢，那长寿朋友因为董建章，董建章啊，但希望大家不是建章，嘿，系啊，你就持平维持好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好，马上进行比赛，来接受评审先生，好来。Chucky 个先生，李秋霞先生，魏新雄先生，沈明珠先生。哦，好，先生，今天就讲一下你评分的规则。来，请 Chucky 个先生。好，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哈。今日因为中央进行一下个六强的积分赛，今日都提四冠了哈。中央六冠天天，所以哎呀，所有参赛选手好把握个时机哈。今日呢，人家比赛有主题哦，就会按到生命的阳光，生命的阳光啦，哈，系，也好喺无讲，贵人用北京语来讲哦，睇下我听唔识，哈，最主要嘅嘛，都到人家摆播出的时间喺到母亲节前夜，所以我讲，也嘅一生最重要嘅。阿婆也好啦，阿妹也好啦，姑娘也好，朋友也好，将佢哋你讲系当伟大事迹，同佢哋写出来，吓，将都要配合一个母亲节嘅播出，吓，所以大家当然歌词爱写，你要对题来啦，吓，最重要嘅系你中央歌词一定要配熟，伴调一定要创章，诗也尽量同佢咬章来。有呢，做比奖，相信大家就会有好成绩。希望六位参赛者加油哦！好，谢谢。好，所以呀，这马上进行安金别比赛了哈。我开始喽。有请 TV 吴品云带来评判。唐国亮。越少越亮啊！哈，越讲嘞，哎呀，因为嘞哈，像你们安讲啊嘞，哈，哎呦，再安甜吧嘞哈，一条歌天不满意啦，天不安妈妈，妈妈像日个太阳样啊嘞，系啊，啊，大伯比赛都平安了，哦，真见哦，阿金有来吗？一下因为。那个病情管很结果给了，两个公众人员还有个刘洋漳州的咯，对对对对，哦，不过讲斯坦人也很像个地方卡空的呢，卡好了，我最银行那样，最银行是看门牙嘛，万一堵到嘛事情没磨合啊，对啊，对啊，印象卡怎么样？妈妈有嘛个？妈妈有就是去搞位速工作办的，做办的，哎呦，哦，班级的，系啊，伊大伯都会搞员工。也还会看音程，得会红。下摆就会用书去，就会去慢音做好嘅，佮讲莫去慢音做好嘅。哦，这个做还好，然后系啊，哦，真材实料，他一般做的
七家做律师，吓，我唔做本地师啦。系啊，哎，迄个是讲真咧，迄个以后某条路，咪做七家做办的，伊卖啊。很经典咧，也很多啊。师从多一起，他赶紧做办的嘛。哦，阿远的办点，哈。一号的对。系，做得做得。哇，所以歌词啊，七家写的。嘿。羡慕妈妈。嗯。妈妈有伫旁边，从旁协助嘛。有一些咧。有一些咧，哦，安尼懂好啊。系啊。哎，很懂。向他冲作。好啊，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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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冲脱来，唐先生公平咯，来，唐爷，请请几位先生，嗯，好，安一个吴碧云小姐哈，佮带来一个平板，诶，特别我有讲过吼，三国创出上兵强啊，工人创出就国体强，也意思就讲呀，安一三国强军当道，哈，就记得安上次安一个林义坚先生有讲过，不妨去多尝试，其实并唔系讲哦，固定的国位就一天而样来创个强军。唱安样，佮比人家个吴碧云小姐姐啊唱的，讲起来就安个苦情个平板啦，吼，佮一般，你讲佮唱死掉，都也哈，佮一般的西妹强韵呐，佮唱落死掉，也就安个多反强，吼，就安个苦情个平板，唱了也系相当好啦。但是我喺呢系呢同建议哈，因为样板讲咧，刘德华诗吼，唔是一天讲，比如讲你人家听佮吼。爱给娘拿钱呐，唔是讲爱给哟，你变咧，给喜事就压过你真事，哈，听伊咩重要？中彩大拿办，看就好，唔是讲中彩哟，要解啲喜事落去啊，点都冇讲人嘅真正的嗰种事。容易唱出来，变得喜事唱得较大呀。但是佮每期来全世界数歌曲，也做得讲也唱得相当好。不妨拿那后生都去尝试各种的唱腔，不然一客家的山歌、荷塘的山歌、陈彦文、全国的观众朋友，怎地讲？原来山歌唔系一种腔调的呢？好，再继续加油啊！加油加油！以后要多宣传时间啦，对冇？哦，有可能啊，有可能。对，以后有可能要搞学生诶，就按照冇腔样嘅腔调咧，唱腔调唱下咧，多多的唱惯啊，练习啊。哦，学生诶，全部乜嘅腔调都学得到。系啊，诶，以后诶，唔单单一种呢，你冇意思啊，对冇？好。好多变化，来看一下佢嘅分数。好，来看一下吴碧云嘅分数。TV 就九十六分，还有帮，还有帮我编啊！哎呀，传统主义形象真的是佛心，真的真的没有啦，没有，他们实力强啊！圣经有实力的，真的实力强啊！恭喜恭喜，谢谢吴碧云，再变当草，好厉害！来，杀来，杀来，捧青丘带来三国志，对，谈完了。
进哈，嘿嘿嘿，一条歌诶，因为不外乎因为天本妈妈系嘛，天本辛苦的妈妈，系啊，辛苦的妈妈，啊，妈妈样板辛苦呢。哦，妈妈哈，一生年轻辛苦，总裁，总裁能不开有五个生年呢？哇，土生也有个总裁，总裁。诶，不但中文去解释吼，还爱去市场买，还爱买菜哦，菜，因为爱爱开店去买嘛，哎呀，诶，以前有个脚踏茶，哦，脚踏茶，哦，还有竹炭米啊，那样，磨呢，磨，竹炭茶也很那样，一磨，有市场个芦笋哈，古人就买嘞，哦，嘿。看你要叫嘛个保护费啊？以前冇呢，以前冇，以前冇保护费。又就是菜市场有管理委员会嘛，哎呀，就可能卡太个市场上有啦。哦，这不是叫个得钱就是。哦，你好啊，系啊，买些些时间咩再存一天买。哦，一天数。他该存那出来时间哈都买唔脱啦，所以要再认赚。心肝要当讲讲，哎呦冇买停用个散啦。唔过我妈妈。吼，佮唔会讲，唔会讲，按样冇认真买嘛，唔会。佮我讲讲啊，佮咪吼可能吼，除非伊卖油咧，佮咪磨出咯。哦。哎，心肝系想，哎，你心肝印象讲，根本都冇认来啊，可能你啊，太家都用种菜啊，啊买本麻散，但系冇去又做唔得，让妈妈咪咪压吼，佮讲其实我状态上。太会当治嘞，讲妈妈吼，佮因按喺外面买菜，买无人爱闲闲去买，佮做训练爱吼，做物个事情要有耐心，耐心，做唔得讲，坚持啊，系啊，要坚持，哦，所以爱得太累以后吼，做物个事情吼，轻有耐力，轻。没有法度辛苦，做会上色，全部种痛苦诶。对对对对对，蒙主吼就像迄喝个槟榔西施安尼，抓较少着诶，迄个卖二十里一天痛苦，无骗。其实洗阿妈诶，恁家用吗？鸡用死啊！所以洗阿妈，人家压下抓安尼，你们跟我啊哦安尼哈，对嘛？阿妹哦诶。以前吼，三寸都要鼓红包张，哎，买天买菜，系啊。好了好了，所以啊，但是你知道怎样自给自足啊哈，要不然呢，自家又都有种菜，哦，安尼咩安尼，妈妈啊，存下用它，啊，存下做哪里买啊？用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唔少诶，对对对，感谢妈妈，所有天下的妈妈们都非常的辛苦，是的，是的，母亲节快乐，好，安尼状态了诶，谈情商公平哈，好嘞，好了，唱秋下情商，你啊安尼进修哈。你啊，几礼拜按必衰来吼，哎，你平时是像咱讲的小缺点，唔多有改进嘞。嗯，哦，慢慢的改进有进步。哦，你啊，哎，你木主看得多的东西，哈，那真好。因为你哩种个舞台当，你昨天看到马上要么唱歌，要么去表演。嗯，你啊，本学习的素材。什么？什么？不过因为感觉会听细心细语，所以有的素材爱感觉伊表现无讲清楚。按你种个《三国志》，你是后背提一支，诶，提一箭，你雕上来，你种个创办咩做唔得，做得咩讲做唔得，哦。啊，不过你为你讲个支脉创办了吼，你雕过人，你不感觉还失礼么？不失礼吗？还好 ，OK， 好。你迄感觉唔会失礼就对，因为你音质很以后啦，哈。但么个轻柔弱的这个轻柔弱，你咪向侬雕上来。但是我要感觉你提起机，因为你头前雕过人咩？你戏已经用多了嘛。所以我感觉提起机，那假团员两位素材就是多少位素人比较有含肉的喂。所以你唱歌是强肉，你要注意。改强，改强。硬唔就硬，啊，强重点要注意哈。你啊几点有进步嘞？所以根本要本肯定啦哈。你咧母亲节不多的，在这边先祝福，所有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快乐。哦，子欣，好，这个看一下这个分数了哈。看一下彭清秀的分数。分数也好。对呀。好好，哎，恭喜哦！嗯，恭喜恭喜，喊两礼拜，嘿，加油，好，继续加油，好，加油加油，好，快做休息，好嘞，沙来，沙来，用桂兰带来龙山歌，等我啦。
高岸，终于那爱的你那，先本妈妈呀，对呀，因为有母亲节特辑，超，对对对，先本妈妈哎，哦，妈妈呀，非常特别，非常辛苦呀，真辛苦，因为我有十几妹，恭喜的，十几妹，十几妹，海南模式进入恭喜你呢，就那个五三啊，就是讲懂多呀，十几妹，真的很辛苦，很厉害呢，系啊，生活真辛苦，透过生活挣钱真辛苦哈，嗯。就爱忙读书哦，做一天的妈妈阿哥也得去上当，特别带安尼带深度嘛吼，给上当给特别有读书个呀，读书呀的，安尼去开下来买咩？开下来一百斤几多钱呐？哦，去上当吼，开书个下来买，免买啦，就是抽啦，抽，开下来，因为有包商嘛，包商。包的去倒下来，啊，千斤嘛，一百斤几多钱？哦，对对对，穿工钱就错。对对，全部人工去做啊。去做啊！哎，爱读初中的学费，每去爱去开书的下来。自家穿来的，自家穿来的，礼拜日、拜六的时可以存钱，啊，交学费啊，嘿，去安养去呢。佮有拜爱亲戚的吼，因为。我妈妈几克太啊，爱同阿哥啊，全部还没讲亲亲会做啊，哈，亲会做，嘿，佮做个咩多下来渐渐，嘿，阿阿哥吼做安尼溜啊还要嘛吼，佮做个都溜到我妈妈个脚盘，嘿，动太空哦，佮流血流到吼，啊，但是吼我妈妈。可能讲太硬较温暖啦，其实诶特别硬，咪带个束手诶，其实剥下来两截剥下来就塌定，塌定照常做，做到核准。冇结个去看医生哦，哇，因为都深度啊，我去那边看。哦，也冇那个擦药啊，冇。系啊，佮血血佮唔掉柜台啊呢。系，其实冲个塌痕痕，冲个会止血。做安尼就继续做，做到暗当转。也对你来讲印象非常深刻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啊，真敬有呀。对对对，真敬哦。讲真嘞，就像爱同阿妈妈讲的，结样是咩？上山去开车呀，对吧？哦，不还要用啊，没有水买啦，不还要用啊？比如讲，哎呦，又要做田舍咩？佮生意讲好样，就像拔地咩？拔地安尼山当荒。啊，做田生个猫都会死，又生人又爬到个，个猫有无？又卧到鬼神嘞有无？系啊，做安尼过来个了。真个，好，很辛苦，真个真个，特别认真，也很认真。也年轻人上上个，真个，真个。所以也年还会，哎呦，物个想样板了，个真个。这石头冇通用啊，辛苦个米数冇通用，辛苦个事情冇通用。但是特别按艰苦个生活吼。爱吃到因两眼的人吼，全部都青色苦的，做的牛奶，每个事情就做的牛奶，安养起来啦。对
的，对的，哎呀，好了。真的，哎，辛苦了，辛苦了，姑娘姐姐跟妈妈。好，妈妈因为不是困难哈，外头呢。妈妈做鞋呢。哦，做鞋呢。做鞋呢，哈。好，安尼，来来，唱得了，安尼就是唐先生的公平了哈。来，请来你的女生蒋先生。让桂兰女士，今天呢，母亲节，你这首歌啊，也是讲对母亲的感恩哈。歌词写到一行，几条山歌呢，个结构全部唱到一河一顺。我爱小小意见，文做参考啦。第一句、第三句跟每上吼，可能爱感觉就落落长长的。虽然讲罗山歌系词语版，可能我们自己来吼，不过唱段呢。拿捏哈，把阿个喊你会注意到哈，希望呢，在伊看台以后啊，恁个做只改进，使得讲韩白的唱歌，恁个喊了标准，喊了好。嗯，好，谢谢先生，谢谢啊，真棒哈，来来看一下本书，看一下杨桂兰的本书。养育恩慈，妈妈虽然佮袂创成果，动好头嘛。我一见爸爸阿妹创的，做嘛要加本字，只可能爸爸特别创成果，创蜜糖啊嘞嘿，吓到佮啊嘞，跟阿妹创。哎呦，天朝阿娘哎。阿婆说一下，可以啊，阿公啊。阿婆，什么你？因为就是从一出生到现在，就是你一直照顾我，非常感谢。嗯嗯，爱你哦，爱你哦，你妈很可爱。看一下杨桂兰的分数。来。是是，你大部分。系啊，千部分啊，好，终于睇自家都有机会。还有两礼拜。嘿，加油！好，加油！谢谢，生命大潮。谢谢谢谢，上来哈。下来，刘秀婷带来平板。等我啦。唐东华到做立秋啊，是吗？你要穿勇琴秃子的，哎呦，有搿种那种苦情的感觉啊，也有。叫我搿种感觉。感情又飙落去哦，嗯。真健气哦。啊，也没有见过妈妈的歌嘛哈。对。哎，我跟妈妈哈，在阿里山过了，在
家人，啊，因为身体不好，哈，哎，谢谢姐姐还好哦，就是那个你，没让你。哎呀，蛮声音的投诉的时阵呢，特别当你做盘点、盘点哦吼，便当吼，嘿，对对，轮呢特别做，像日本式的该种来吼，蛋包就是轮包，吼，吼，还有该点点的汤，嘿，啊，同有些人就是冻冻口味冻饺，吼，还本声音的大盘包，还连做该盘汤。饭团本身因咧大盆以后搞，受精度嘅变化，哦，冻辛苦，因为成因冻到解，哦，还有个日常咧冻醋冻清楚嘅是，系佮食材冻强，佮吼态度是很系爱去合作上，哦，慢慢慢全部佮叫两界上两界上界，其实佮是学采风，嘿，阿妹做采风嘅时阵咧，到诶年差不多要讲英国，成因咧要差不多。未到国中嘞，国小安差不多有五届、六届嘞，吼，佮做诶佮种外套、夹克、夹克，哇，摆得个面窗嘞，太个日式诶个风格嘛吼，摆得个全部夹个嘞，那虽然印象实在很动嘿，动清楚嘿，从暗墙又走到暗道诶佮种诶，所以慢慢心移动吼，很爱是爱到国小啊三年级、四年级些，爱是。不好滴也修理，哎，那一档东西，我阿婆讲，你莫乱传讲，我系差哦，你阿婶因都搞唔得咯。他说阿婆，我做是不做咯。哦，耳濡目染都不靠我做了哦。还要说妈妈动强啊，为说哦，因为身份没动好，如果不婶因都做心善，哦做下降的，哦阿婶还是动冇容易，所以我只敢没做。还有做咧做皮衫，哦，去做卖哈，做卖，我做了卖起来。系清扫啦，因为声音咧当辛苦啊，都啊都，系伤西天啦，吼，系，他所以是你也是暗强当胚胎哈。也系人个生母嘛。系你是人个生母，他是因为妈妈过身体咧，爸爸长台基长四岁咧，四十多岁，摸爸爸摸妈妈活了一天休，系生分系，然后我就台江也是当爱按到个钱要做，做唔得。爸爸做那个分，我就反对。反结果姑姑来嘞，讲土地不爱就谈。爸爸阿爷吼很动少水，所以呢就时时冷水的，因为生活上没人照顾做唔得，所以呢就托继母。哎呀，后来对你好嘛？哎，当好。哦。还因为佮当问题，佮咪当强来回所，所以讲结婚冇当要，还冇爱是你第二年啦，第三年爱结婚嘞。爱强来成年啦，四十年，因为爱读读。哎，又在心电图的准备男生的呢，然后呢，告诉妈妈，去简单，莫来去讲哦，我是在家呢。去昨天人家接手起来是讲人家土莫问题。哎呀，哎，人家生意，土生意呢哦，土十年，土十年，嘿，哇，嘿，很爱动手，嘿，下巴又喊一名爱喊得又做人送饭嘛吼，喊那个先生是哎，动手早就可以摆，所以生意呢是。我会听爱做呢，没有，点都对对，团结较紧了，对啊，哇，对啊，所以讲你要动动感。后面这个妈妈真的也很伟大，对，连你也家庭的会送来照顾，视如己出，所以那是人家最感动的收藏，哇，好棒，好棒，所以人家是讲个每栋幸福，有很好的妈妈，真的，真的，哎呀，别人只有一个，你有两个，没有感谢你，真的，真的，唱的是要九个声音呢，哎，好啊，那这首歌唱完了哈，哎呀，也感谢到这个。前后妈妈啊，安尼来唱欣赏的公平啦，哈，民族欣赏。因为佮创了周军啦，哈，像母亲哦，伊哈唔按太上，吼，佮帮佮做个行行强周军，佮哦伊哈顺德话，摸一下母亲哦，佮亲一下像重上伊啊，哈，要很多啦，吼，其他冇乜个问题啦，哦，是最美。听伊老听最每个每件加到个个个个用个软脚用人吼，会知道下下突兀听吼，慢慢调整好冇？好，会长到你的分数，下你会加强哦。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好，阿来阿来，欢迎下个分数。看下刘秀婷的分数。好。哦，也不偏本书都很专业，哎呀，专业好了，哎呀，好，还有两个礼拜啊，哎，加油啊，徐婷姐姐，谢谢谢谢，谢吗？安子姐和专业大行草哈，谢谢谢谢，好了，沙下来，沙来，你已经带来洛山歌，唱过了。
融入恩情，秋意海情春意难，故乡乍觅，来悲怨凄已经开过了。哦，这边内骨带都孵出来了。系啊，系系，因为那么帅。诶，这边入边创本妈妈堂，创本妈妈堂。哦，所以佢研究到嘅。妈妈虽然佢唔会创三个，当好堂嘛。我一天日爸爸阿妹创嘅，做妈咪加本佢就可能日爸爸特别创三个创蜜糖啊咧嘿，吓到佢啊咧。跟阿妹创，好唔公平。系啊，天助一样嘅。对。媽媽特別應該咩當辛苦啦吼，我係媽媽特別非常辛苦，因為家庭苦。佢特別捱媽媽有話講過啊，特別講捱生生是當唔好叫，佢普陀巴的通道啊是有事情。是你是外婆，我是外，所以八年出生。难怪唔爱太。你看其他讲吼，用特別啊，生生是吼，當冇都要拜。人艰苦啊，是人多啊，嘛个东西，特别爱穿皮老皮穿啦。哦，其实是爱到爱的，刚刚是带六条行，我以关系我八个山呐，八个山每一行都关系个到二一又二神呐。所以八个时候，如果该四五万八八八，有无想象诶？哎呦，挨巴就就那计下了，出出啊，出出啊，挨巴讲用啊，出出啊。講到要跳動嚇，格格要跳依樣，依部時行開。哦，所以講跳板要非常辛苦，而家可以看住先咯。我行幾點鐘啊？誒，真係先辛苦。奇怪，特別黑人神咗嘛？嚇！黑人神都冇差，黑人神都冇差。你看你阿炒按旁邊，係啊，你阿清旁邊嘅。唔好你阿有路啦，冇馬有面行。你阿天天面珠衝人家養神哦，太搞啲威行，要行裝對對對對。你阿行路健康啊，誒，你阿行路健康啊，對對對。你講先，你阿行只幾多萬？一萬票啊！對對對對。唐先生公平哈，像蔡启奎先生，好，三度四合又兴来，哎呦，又童年歌了，让板来读书的读到啊，真紧的，好来，今尾来童年歌创业，他妈讲也创了个相当好，但是呢，要讲一些的哦，但是呢，哎，但是呢，要同讲一下，你读个米啊，易开钱呐。佢倒個米用啊，輸鹽就輸到冇錢食，因為你可能前面的稀油用較多啲喎。最明顯的係天氣多啲啦，就啲阿個比較安全嘅倒位，嚇。佢嘅輸米鹽來講，就冇講當均勻的嘅鹽嘛，同佢輸米多啲，就變你講要多少位條管咁料一些啲啦。來比較安全啊！但是佢整體來講，總體講佢咩嘢係創得相當好，係你中央哦，未央係要佔兵嘅哦，所以係你要加油啊嚇！加油，加油！好，唱出好聲色。咁除了佢張老師講嘅嘅重點以外，嚇，你貼書嘅時節，我貼強度嘅同嘅，貼強度會本人感冒，你這個真心就係
讲个心中有味，乜个味太浓样子。哦，你是做你的私人创意，你的家，你的喜事也冇要紧。啊，你心中有味，味太浓样子，啊，你变个几多杂事伊嘞？嗯，旧杂事。嗯，对冇？你看周润，我谈起了是比较就哈，我那么个冇顺意呀。嗯，哦，当然你创个音脚，内老师非常欣赏。嗯，哦，啊，我今日我谈起了是比较就。他母孙啊，听一句，听四句，恰都是广告的，署名，约可以的，哦，所以你头前的一下没变状态上，后边你气就比较好不足，哦，你军将啊，当然欣赏你各杀各杀军将就创立起来，也是你的优点，但是给你讲个缺点，你做你啊，头前见死啊，后边就冇咗你啦。哦，来记得哈，所以我今日啊说本意就警觉，警觉，警觉。哦，警觉，唔要讲哦，我清醒就好了。哎，啊，了解哈。好，听听，我注意。好，加油，好，先生。好，来看一下这个分数。看一下林平的分数。来。分数也好，哎呀，以后嘞，哎呀，哎，个大概分数真的拢差不多，差不多嘞，哎呀，全部可能都差个几两分嘞，哎呀，哦，恭喜哈，两礼拜，两礼拜，加油加油，好，好嘞，再一次，好嘞，三号嘞，三号嘞，罗志祥带来平板，谈嘞。跳歌的阿仙不慢人啊，阿婆，阿婆，哦，你有冇仙不妈妈？啊？冇见过妈妈。冇见过妈妈。哦，你都没有见过你妈妈？冇。哦。啊，妈，连妈妈的相片都没有看过。冇。胸片都唔是看过。所以你不知道你妈妈长得怎么样？低，嗯，低哦。啊。阿公阿婆投胎。对对对，对不起哦，对不起，提到你。不会啦，阿公阿婆妹，给你很多的爱，嗯，所以阿婆就好像你妈妈一样，对不对？啊，那爸爸呢？没冇看过。没冇看过。没冇看到。也冇看过。哎呀。说哦。对不起，没关系，不会，不好意思，没关系，他很多人疼他，对对对，我们都很疼他，给他告状信上面签下去啊，对呀，嗯，告状之前都还会批给康哈罗留言，嗯嗯嗯，黑毛，对对对，嗯。爸，谢谢我老师啊，他们都好像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一样这样，嗯。
有行下多嘅照顾你，对呀、啊，爱上你嘅人，系冇？对呀、啊，嗯，阿金伟两条狗要送俾阿婆。阿婆，阿婆应该对你很好，对不对？非常好。哇，好到怎么样？你说一下。就是之前有发生，就是发生过，就是不正常的发烧，然后连正常的发烧阿婆都照顾。不正常发烧，发烧是怎样烧？是体温计量外100度这样？不正常的发烧，就是发烧到烧太高了啦，哦，烧高的，哦，烧懵的啦。哦，好的。个稀释度会烧懵的。系啊，唔系。有啦，阿婆要好好照顾佢啊，你骨数就好咧。对，阿婆要强，佮李米健先生啊，用八点那里去。好，一边走一边要把。感觉点脱了样，甩甩，搓搓啊搓搓，哎呦哎呦，真是的。你化妆衣啊？冇啦，上一辈有讲啊，像伊带医院呀嘛个，阿婆就去照顾他，照顾伊啊。对对对对对，系啊，这人很好。跟阿婆说一下，可以啊，阿公嘛。阿婆，什么你就会就是从一出生到现在，就是你一直照顾我，非常感谢。嗯嗯，爱你哦，爱你哦，有吗？叔叔，厉害。哎，爱你哦！爱你啊！加油哈！嘿，而且伊啊，表现都表现都当好啊！哈，阿婆听说以你为荣啦，真的，人家又创多暗号。系啊，伊种下了，应该挨损嘞。嗯，挨损啊！老子先挨损咯。好，来来来，唐那边先生来讲片哈。来，蔷薇先生，李生雄先生。好。罗妹妹，上。人各方面全部当好哈，不过我咪谈一口气，你可能十分拜人家婆啊，心情上诶，搿种诶欠人呢。三个提示机诶，每三只是阿婆亲啊，你怎么你吃了冇个道理了哈？你啊，点就好打算。不过建议很多事来啊，你本钱一分哦，还有买几时咩？希望你会找到主人。嗯。我听点，你三个字听一句，那参考了哈。爱准阿婆是母亲，爱准阿婆，我跟人认为讲，你将你自家准到是阿婆。参考看看，爱将阿婆，阿婆尊重系母亲，要系咩话后面了了嘅经嘅意思哦。大家参考啦，你冇爱冇人讲嘅，咪是讲互相暗透啦哈。唯一嘅缺点是讲，阿婆亲啊，三个字要打双调，继续努力。好，好，谢谢先生。好，来看一下这个分数哈。罗子欣嘅分数。我猜，你之前的本钱当初，金盆，但是要有两礼拜哦，两礼拜，绝对不能再发生这种情况了，好不好？把分数给拉回来。可是阿婆就是可能想到那个就，一下子空掉哈，嗯，对呀。要小心小心，更怕喊一百注意就好了。有时候唱歌情感投入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要太投入，太投入会影响到歌唱部分。最重要的还是表演跟那个当下要 hold 住，加油 ，OK， 好，继续加油，好，回家休息，好，安子姐。好啦，好唱歌的朋友，加个老报名哈！加油大天包，浪九六六六七浪，浪六浪还有纯真天包，浪一一七七七八一三一。好，等大家老报名哈！等大天包。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因为呢，我们大家辛苦的评审先生哦，辛苦先生，辛苦嘞！母亲节快乐！还有各位辛苦的陈先生，继续加油！母亲节快乐！什么小川老师，还有乐乐老师，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这也要说母亲节快乐吗？好，各位同仁们，大家非常辛苦啊！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龙年大比赛，龙年春花来，再见，拜拜。
母亲节快乐！